刚刚洗完澡了，头发没干，所以先套着吧，然后过来跟大家聊天。今天早晨一起来啊，这个就无法相信啊，真的是太让人震惊了。很多事情你都觉得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然后你就希望哎，是不是没梦醒再醒一次，就有这种感觉。我生命中经历过这些。你看，1月26号，这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一天。我当时差点开车过去，然后听闻科比就突然间坠机了。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了解，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看那种 NBA 球星打球的人，因为他们的一些打球动作呀，一些精神就特别让我向往。就是让我特别追随他们，就是有些东西你无法理解。像科比的话，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说，你见过凌晨4点洛杉矶吗？说实话非常惭愧啊，我在洛杉矶住这么久，我是经常在凌晨4点多还没睡觉，但是他那时候已经起床去球馆练球了。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有财富的人。但是这种财富呢，这东西说没就没啊。然后我就想起很早之前赵本山一小品，他说你知道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是人死了钱没花了。这小沈阳说，那赵本山就说这个人活着钱没了。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就这种话啊，其实在我们社会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过很多次。我现在有一种随着年龄增大，有一种对年纪的恐惧感和对未来的一种未知的惧怕性。因为你看今天这种事情发生，你会发现它就发生在你身边。那很多人可能不觉得，那其实可能那会儿早晨我在看手机的时候，科比还在飞呢，然后看了一会儿它掉下去了，就发生在你身边。开车过去的话大概40-50分钟就可以到坠机现场，活生生的人，然后你一直追随了10几年的人，你的偶像，你的精神支柱突然就倒下了，这种感觉对我打击真的非常大。其实今天我还干了什么事儿？今天，陪着朋友去，原计划是拍拍房子，因为每逢周末都有一些 open house， 想继续给大家分享一点房子，分享点美好的东西，就分享点就是能够带来盼头的东西。可是今天这种事情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没有盼头，就突然间就是灰飞烟灭了，这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然后你想想他们失去家人的人，我就会想到我自己的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在2001年的时候，我的亲人就去世了，当时我还在上高中，然后接电话的时候听说这个家人去世了，当时我也是很震惊，因为你原计划还说放暑假回来陪着姥姥爷爷他们一起，你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人没了，回来看看吧，没几天了。后来我就买了车票回去，就在看到下一眼的时候已经成骨灰了。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从小长到大，我们经历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为什么会无忧无虑呢？因为你当时你认识的人都是小朋友，都是跟你同龄的人，他们不会无缘无故说不见了。但是当你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然后你后来上大学了，然后进入社会了，进入社会你在社会工作几年，那工作几年你会发现身边有同事啊结婚了，他们有很多人生的变故。你再往上涨，比如你活到三十多岁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身边有人已经去世了，你会觉得曾经那么熟悉的一个画面一个人物就突然间从你的世界中消失了，这是什么样的感觉？那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都会听到很多人这事实的事实，其实没有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体会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的。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平时在别人逝世之后，或者说事不关己的人突然间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给予的反应就是哎，跟我没关系，没事，还好活着，就这种。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哪年要开始，就是也可能是26岁之后，27岁将近30岁的时候，我才会意识到当这样事情发生的一切都是悲剧。无论是别人跟你认不认识，只要你发现有一些悲剧发生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开心不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认识到，就是说别人有痛苦不会为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了，这点其实很多人不清楚。然后今天早晨科比的逝世真的是让我觉得人生啊，就你可能对未来期盼的东西很多，但是你冷不防的就可能就继续不下去了。就像我之前一样，就有时候计划的很好，突然间会因为事情就完全变了，你没有办法来做了。那像现在这样刚过完年，然后你想着是许了个新年愿望，是越来越好，然后接踵而至的是什么？就是越来越不好，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希望过几天我可以去，Steps 中心带大家看看，我觉得这是我一定要去的，我应该做的事情，让大家看看那些崇拜者，或者说在他的一种精神带领下，就是很努力的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过几天会带大家看，就今天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集中下来说做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然后今天在打篮球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精神，这可能这种事情对我打击是相当大的。我也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大家有没有因为说自己熟悉的一个人，自己觉得未来会想见一面想要个签名的人突然逝世，就好比说你的绝对的偶像逝世，就有点感觉像你的亲人逝世一样，很难受。你不能说是极度的痛苦吧，只能说很多事情你无法预料，就让你更觉得应该珍惜眼前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天，因为你真的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如果有过像我这种类似的经历的人，希望大家都挺住，然后消沉一段时间，然后不要忘记站起来。我想我应该很快就可以站起来。任何一个人的逝世呢是必然的，但是冷不丁的出现还是让人措手不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还能够在电视机或者说手机面前听我唠叨，确实对我打击太大了。努力吧，做个好人不难，做个好人不难，做个有目标的人也不难。继续走吧，继续坚持，不论多累，心情多么沉重。